你先就讲你要穿较少的。 是安怎样？这队人阿某问题哦，无咱也录音了来遮。无啦，可能是我听唔到啊。呀，继续来找阮爸。等一下，恁两个人伫遮，阮爸是不是让你藏伫内底？ 是你，我拜托你，你若是有被害妄想症，你会看医生啦。看你哦，是要吃药啊，还是住院，拢凊彩你，我一日到下找阮的麻烦。你，应该会好的，你去接讲。当然。哎，你放下，什么？什么？哎，爸。 你这回什么意思？讲，你把母亲带上街头，你若无该藏起来，多里来无可能有这款反应。好大，你搁拄仔动手一摆看麦。讲，文豹到底是倒位？你是倒嘴，你目睭看到我，甲你骂两走的啊！若有证据，你就提出来；无证据，莫你才后背悔啦。我真正贫惰，甲恁遮讲误会无的。 真正足有想象力耶！我甲汉良只是来遮做健康检查，阮家医生又伫遮治病，结果无看到人，所以我唔才安尼讲。你若准讲凊彩编一个理由，阮就会相信嘛。无你是要安怎？那呢？这个血迹要安怎解释？是不是阮爸的？ 你为着要控制伊，所以甲伊起冲突，还受伤劳累啊，对无？你莫看钱啊，生一个囝，这是白爸有血迹，这不能做正常的啊。唔，讲信，好啊。那呢，我都提议做法去，到时阵哦，就知影谁来讲白贼啊。你莫看钱啊，生一个囝，这是白爸有血迹，这不能做正常的啊。嗯。哎，你要做啥？做起来！哎，我讲的是阮爸的，那呢，现在这个囝你有买酒啊？我就是无想要你提这有诶无诶物件，你安怎啦？够袂了未？先安下嘴边啊，看恁外口，我有话是办法，互恁讲出老实话。伊呢，蔡英来吃一顿醋肉。有伊呢，搁安怎讲？ 我是你阿母，你安尼搞，本来就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安尼犯罪人身自由是犯法嘞。
我会当高林啊。我着阿伯高林绑票不信台，你怎么做才画两层？我都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真正不知道吴信泰在哪。你想做一定要甲白白帮你搞哦，连白告诉，啥袂响啊？那呢，我麦当讲是你甲吴信泰藏起来，你了解不啦好呢？阿祖，你想要跑啊？我是你的后母，你最好是莫学白来。我一收着，恁是安怎用粗残手段折磨阮爸？我唔但想要拍你，我阁想要让你试看卖，把人苦到痛苦。吴依林，你袂当对你阿母动手，有啥物不把你对我来？免着急，卡停啊，刘玛丽。这是我拄只用白芒血迹去做比对，结果甲阮爸是符合的。这表示阮爸之前伫迄间白芒，你莫阁硬拗啊！马上甲阮爸交出来！就算我有心态，把刀去遐，迄有阁代表啥？是啊，你敢有证据会当证明是阮家藏在遐的？恁两个面皮真正有够呢！证据摆在眼前，这么明显啊！你搁心眼会做白？不爱讲老实话，那恁是不是应该请警察来？看在警察面头前，你会找是不是有完整的？安尼上好啊，因为啊，我嘛真烦恼我的翁婿，我嘛足想要知影伊人伫迄度是不是有平安。那安尼即马，咱做伙去警察局报案啊！你放心啦、啊。只要恁即摆就把阮放开，恁把我掠来遮的代志，我就莫跟恁追究。机会我已经给恁啦，既然恁想要继续地气，就莫怪我无客气啊！什么？喂你，你怎的？你敢动的？我讲过。您安怎对待阮爸，我就安怎对待你。这部电影是专工为你准备的，我想要让你体会到，我让恁爹注意是啥物。吴依林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伊？性命安怎讲，拢是你的事大。没用伦理系统来惩罚我，为了要找到阮爸，我也不择手段。我的性命，你到底给阮爸藏在倒位？警告！你实在有够凶的，不管你辛苦老母家的话，因为恁母家拢是老母啊！好、啊，你讲，阮爸到底在倒位？无唔对，之前是阮甲恁爸藏起来，顶摆恁伫个辉煌战绩，差一点仔发现了，阮就甲伊刷来遮。所以，阮爸还阁话咧，伊即摆状况安怎？敢有受伤啊？伊之前拢伫个昏迷啦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我来看伊时阵。伊硬气啊！佮攻击我，想要逃走，放心嘛。即马伊佮活跳跳，暂时死袂去。啊，即马不信太人咧。我二是去北方的时阵，伊确实伫咧北方内底。啊，不过拄只在入边的时阵，我发现伊竟然无去啊！我真正唔知伊走去倒。你拄只讲，要老实讲，即马佮结皮皮，还是我继续甲恁电，你再收起来啊？我讲的拢是事实，我无骗你。对你入去病房无看到吴信泰，我甲恁同款惊遐，我嘛真想要知影是谁甲伊带走的。阿良讲的拢是老实话，我已经甲阮知影，拢甲恁讲啊。
就算讲你给我电视，我嘛唔知人到底伫倒。既然你无想要配合，就莫怪我动手啊。玉玲，你万新病已经用电到稀里里啊，搁电了若出问题，晓得吗？咱面头前啊，搁有一个满血的小娃，我靠，今嘛对动手。我知影事实，拢坦白甲恁讲啊，恁讲是要安怎？刚刚做到电人，恁无目睭啊？但这款高科技是一零迄世代在用的，我老古古，较传统，我用的拢是古早时代的方式，譬如讲用单的面巾合叠列面。虽然讲我这个办法是有较老啦，啊，不过大概哦，以过去的经验，这效果拢不离也好。袂晓念，咱拢是老江湖啦，莫浪费时间讲啊有诶无诶。一句话，要讲还是袂讲？我也是迄句话，我知影诶，我拢讲啊，剩诶我啥物拢毋知影。那安尼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只是头一届，所论每一届，我来加十秒钟。正常来讲，一般的人经无三届。啊，是讲你想通啊？即马愿意讲，我无话讲。你有材料就交我命收伊。你拢安尼要求啊，我当然会心存。我看你是真正不知影，我就暂时先放你走。阿姑，敢真正安尼就放你走啊？暂时放你走，无代表我相信你。若是落尾我知影，武信台搁在恁手中，我绝对袂对恁手下留情。